测试第一路，然后插在红色的插头上，插上，然后打开开关，然后嘴上的音量打开这个，然后再开这个。这是第一路，然后再试第二路，插上第二路，然后再打开第二路开关。然后关闭第一路，水上声音，然后再试水下。水下第一路，然后再试水下第二路，第二路。